立委蔡鸿龙在滨湖村长张炳伟的带领下，来到义泽坑溪会勘，并会同水保局南投分局的警员讨论相关的处理办法。啊，其实你也扫人，扫人偷工啊吼，就已经看到讲内底拢偷工。你看会出人卡，啊，你即马比如讲好人卡，我要来做，我要做一百米人卡，以后迄个数据的相片出来，互委员看，委员来讲哦，啊，这 OK。水利滨湖村一则坑溪爆发，多年来经过多处风台大火的冲刷，真侪所在已经出现挖坑的现象，只是被杂草掩盖，看不出来。但了解实际状况的村长张明伟是真烦恼，就惊爆发挖坑，连大火提防道路断去，造成游客甲居民的危险。咱的有掏空的，迄上边的护花拢有掏空的吼，上好是讲叫咱顶头吼。咱送钱吼，看法度紧来甲水保的，也是好，也是咱管府的吼，发紧双边的吼，吼我甲咱补强，加强补迄类，吼安尼个以后若水灾来时，较袂讲啊，迄吼我搁放落来，迄最近拢这两年啊，定定咧放啊，一卡一卡，一撮一撮安尼吼。义泽坑溪内底吼，的这个堤防，拢去有这个水啊，特别掏空。如果掏空之后，堤防若崩掉去，咱的路啊，就会害去，就会影响到。人要来义泽坑的这意愿，同时嘛会造成行车的危险，所以我今仔特别请水保局的人来看这个义泽坑两边的这堤防，看会当有破坑的部分，紧来保护。除了会勘义泽坑时，立委蔡鸿龙又特别来到夏天上红的清水区了解情况。除了娱乐者的环境好，市民将夏天耍水的好所在以外，也建议水保局会当协助处理乡公所积极来开发。义泽坑这个所在，大家看到水真甜，水真清气，这以后一定会足侪乡亲来这佚佗。咱希望讲啊，未来乡公所会当加强这安全设备吼，和咱的义泽坑这阿杂坑啊，这瀑布啊，变作吸引人来咱水里佚佗的一个景点。这座会勘因为溪底杂草生了太过多，水保局的代表警员无法度判断北环围坑的状况有多严重，因此等到之后杂草清除，将再来了解现场状况。记者陈鸿山采访报道。